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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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列队，手牵手，手举高，谢谢大家。好，现在用力一动，可以先休息，先休息，先休息。哇哦，一组这么硬啊，蛮强的，蛮强的，真的蛮强的，蛮强的，六强，比你强，<笑> OK， 接下来是进入到下一组，让我们欢迎下一组 Red City Kids。
先站一排，然后跟大家说谢谢，然后站一排。他怎么刚刚有点惊讶的表情？一二三，谢谢大家。好，请往你们的右手边移动，谢谢，可以先休息喽。哦，如此可教也，可爱，可爱。那他们的老师是谁？我不知道。 哎呦，有啦，哇！好大声，听到了，谢谢。OK， 好，接下来进入是儿童组的下一组，小罗，我们一下欢迎 ESPGK。EXPG。 这一组伤比较大，而且他们刚刚上来跟我敬礼，我想说不是啊，他们配上在前面。 Thank you.
过换最多套衣服用最多道具但是最没有意义的一场的而且音乐放上去就各跳各的、啊、完全没互动那个示范赛的部分我们是趣味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正常来讲呢是这边跳完换这边跳这边跳完换这边跳不是刚刚的是这边跳完还没跳完会交换啊对会交换啊然后也不能在舞台上面吃东西啊舞台上面吃东西是没有规定对了尽量啊尽量啊可以是可以对啊尽量好好好好累哦 OK 接下来是好我们留最后一组表演团体以防哦我们也知道其实舞者们辛苦了很久无非就是要这个荣耀的时刻大家先不要离开陪他们分享他们的荣耀在颁奖过后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表演团体要给你们先说出来吗紧张吗小孩子在后面有人喊你想喝酒稍等一下OK 那这边我先来介绍一位对我们披露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贵宾有请我们中华民国披露协会理事长连世文连理事长也到现场跟大家握握手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颁奖的部分有请我们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侯市长有请市长市长来为大家致辞几句话有请谢谢大家哎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谢谢我们是我的好朋友哈、哦、你第一舞也跳得很好也谢谢我们的刘理事长有没有来哈、哦、在座今天来参与比赛的霹雳舞的所有的选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开心吗你们都是高手啊你们都是高手哈、哦、能够参加决赛都好厉害那这一次太多人参加有8000多个人参加那我们这是第八届时间好快啊我在这里10年了每年都看大家在比赛每年的选手越来越厉害那这一次我们增加了儿童霹雳组有没有参加儿童霹雳组的啊、哦、儿童霹雳组的话年轻人参加了这个我们新北的街舞在过程当中大家在比赛在跳舞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这项比赛霹雳舞这项比赛其实列为已经奥运的竞赛项目所以今天是首场的奥运竞赛的台湾比赛的积分项目为大家鼓舞鼓舞哦这是运动哦是奥林匹克的正式运动比赛的积分赛今年的第一场就在我们新北市谢谢大家给新北市机会哦谢谢大家那因为大家给新北市机会新北市要越办越好才对得起各位大家说对不对大家对不对所以你们要一个人传两个人两个人传4个人假后道学博明你就叫他这人来这比赛了大家好不好了爱来了啦爱来了哈所以今年冠军哦一点就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刚刚去捷运站旁边看我们同学表演街舞啊大概我们现在新北市的街舞场所都会作为一个街舞表演跟练习的好地方让大家有一个运动的好场所所以这个才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让新北市年轻的新北市充满着热情跟活力因为有你们在大家都好吗啊大家都好 啊记得要来也谢谢爸爸妈妈啊都陪着大家一起来见证我们这样一个创意以及运动的竞赛的这样一个精神在新北市不断的成长的茁壮
再度谢谢大家给新北市机会。哎，上次然后拿到冠军的好好的开心一下，没有拿到的下次再来，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安，谢谢。好，谢谢市长，市长可以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先补充介绍几位议员。哎呦，欢迎我们叶元之议员以及刘美芳刘员来到现场，给大家致意，谢谢，谢谢两位议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颁奖的部分。Kids Breaking 101的赛事，左边是立哲，右边是 Mia。OK， 立哲在我左边 ，Mia 在我右边。OK，OK， 新北放箭头 ，Kids Breaking Battle One on One Battle。市长旗举起两位小朋友的手，大家可以跟我起倒数，究竟谁能够获得冠军？五、四、三、二、一，恭喜立哲！立哲，恭喜立哲，动态还有动态的影片，可以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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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OK， 好，谢谢立哲，立哲请在旁边稍等一下啊。OK， 接下来是中学组 High School Breaking Three on Three， 在我左边是 Dream High School， 右边是 Jimmy and Sophia。好，两队请列队。一个，究竟谁能够获得黄旭兴被放进到这一次赛事中学组三对三的冠军？左边 Dream High School， 右边 Junior and Sophia， 现场恭喜大叔！五、四、三、二、一，恭喜！来跟市长拍照合影，来请看我们小胖前面的镜头，来大家看前面，看前面，看前面。OK， 他们动态的影片，大家可以动一动，动动手，动动脚。OK， 恭喜三位 Jimmy and Sophia。右边 ，Yo P L K Z， Rice P L K Z， T C 还有 Pulling Kids 在哪里呢？照你们原本 battle 的方向站就好。OK， P L K Z for level 在我左边，左边这边，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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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T C 在右边 ，T C 在右边。OK， 好，请站位，请站位，请列队，请列队，两队请列队，有请有请，请请入队，请入队，请入队。OK， 最后被投组，最后我们的酷 battle 方法的赛事，新北放街头，究竟哪一队可以获得冠军？左边 PLKZ Forever， 右边 Sub Collection TC， 市长 5 4 3 2 1，好，一样是我们要拍照，我们要拍照，我们要拍照。请列队，列队，列队，列队。哎，不好意思，我们稍微后退一点点，是吧，小胖？好，我们后退一点，后退一点，因为人比较多。OK。好，请各位站定位，看前面小胖的位置。小胖有需要调什么？啊，不用。OK， 好，大家看前面，大家看前面。OK， 还有动态的影片部分，请看龙门那边。OK， 谢谢，也恭喜 TC， 也恭喜 TC。好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奖项吗？是有唱到组的前三名，麻烦等一下唱到名的就直接到台上来，我们一次会颁一二三名。
第三名，恭喜同手同脚。第二名，恭喜 HRC Mini Kit。以及最重要的第一名，恭喜 HRC Lady Girl。我们靠近一点哦，然后我们后退一点点，后退一点点，后退一点点。好，好，好，你们这一组往前一点点，你们在后面，好这样，好这样，好，在前面，在前面，好，看到没有？小胖，看到没有？你们最后一点点，小胖举起来，往前面看，三、二、一。可以吗？然后换龙门叔叔，可以啊，可以动吗？可以动吗？可以动吗？可以欢呼，可以欢呼。可以吗，龙门？好，再次恭喜我们的前三名，谢谢他们。帮忙，帮忙，来，来个气，来个气。
对对，我反着站位的意见。好，不是，你不能走，我给你端走，给你拿牌子啊。这个看一下，